这样的人就在这一天，就在这一天我遇见了他，超级讨厌。自我介绍，是你们未来的老板，我叫金宇珍。你好，我是公益。十六是吧？怎样，金宇珍怎么会在这？我以后住这里，你想要搬走的话也可以啊，我真的无所谓，搬就搬。个别房间属于厨房使用，遵守先来后到。你这什么鬼啊？你让人真的很奇怪哎。你怎么还在？什么？你干嘛？干嘛、啊？聊到伤口这么深，但又不是你受伤了。这个变态！警察来了！变态啊！干嘛？你干嘛？欢迎回家。好，对不起，跑不起人了，好吧。算了。金宇镇。